主要是在帮助我们完成安住的修行，能够把心怎么安住在这个安住在十度十波罗蜜的修行上。那接下来要讲呢，就是关于依法正行的第二点，叫无颠倒转变，无颠倒转变。我们看这个论文，无颠倒转变，迎合应之。宋曰：自见于文艺，坐意即不动，二相揽尽客，无不高不倒。这个无颠倒转变，我们前面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就是无颠倒转变，就是要解决认识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认识是以无明和我执为基础，所以我们的认识是颠倒的。那无颠倒转变呢，就是要帮助我们如何从颠倒变成无颠倒，如何帮助我们从颠倒变成没有颠倒。那我们如何才能做到活的这样的一种没有颠倒的认识呢？如果以我们凡夫的通过自己的这个思考啊，要活的这样的一种没有颠倒的认识啊，其实是不太容易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难，是不太容易的。那怎么样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最快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活得这样的一种没有颠倒的认识？那就是我们接受，我们直接的去接受，去传承佛菩萨的智慧，就是直接去接受和传承佛菩萨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我们把佛菩萨的认识，我们去学习佛菩萨是怎么认识世界，我们接受了这样的一种认识，我们也会变成我们也能够这个获得这样的一种没有颠倒的认识。那佛菩萨到底是怎么认识的？那这个在这个内容里边啊，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这里一共有分为关于无颠倒转变的建立，只要有一个偈颂，这个一个偈颂里边呢，就是隐含着就是这个十个方面的内容，就是我们要学会通过对这个实践是这个十个问题建立无倒的认识，那么我们就能够获得这种无颠倒的转变。这个十个事情是什么？我们看这个偈颂里面，自见于文，首先是文，第一个是文，就是文无倒。意，就是第二种是意无倒。着意，就是第三种是着意无倒，即不动，就是第四种
是不动无倒。二相里面包含着 两个内容，一个是自相，一个是共相。所以第五种是自相无倒，第六种是共相无倒。染净指的是第七种，是染净无倒，对染和净的认识，怎么能够做到无倒的认识。克就第八种，就是克无倒，无不高无倒，无不无高。其实这里包含着两种，无不无倒，无高无倒，一共有四种。这个偈颂里面就是要提出的，我们要建立没有颠倒的认识，从有颠倒到无颠倒的改变，那么就是要对这个十个事情建立没有颠倒的认识，正确的认识。所以论曰：依十事如实自见，应之建立实无倒云。依十事，依以上所说的十个事情，就是闻、意、着意，这个十个事情。然后对这个十个事情呢，我们能够如实的自见。什么叫无倒的认识呢？什么叫智慧的认识呢？什么叫没有颠倒的认识？什么叫智慧的认识？所谓没有颠倒的认识，所谓智慧的认识，事实上就是你的认识完全符合世界的真相，跟世界的真相完全是吻合的，那就是正确的认识。如果你的认识跟世界真相是不吻合，比如说我们戴着一个有色的眼镜去看世界，事实上我们就是活在自己的一种错觉的世界里边，我们相信自己的感觉，但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世界的真相，而是我们的感觉，那么这就是颠倒的认识。所以正确的认识、中道的认识、智慧的认识是什么认识啊？这佛法里面用了两个字，叫如实的认识。如实，实相，实相这个概念佛教里面也经常用。实相，我们看到的实相，所以最终就能开启智慧。如果颠倒就会产生烦恼，实相就会开启智慧。那么如果我们对这个十个问题都能够建立无倒的如实的认识，就是根据这个十个事情的这个如实的认识，所以建立的十无倒名，十种无倒的名称。那我们下面呢，就是一个一个事情。这个第一种就是闻无倒，这个第一种要讲的就是叫做闻无倒。此中迎合以闻无倒？颂曰：知但由相应，串其或欢此，有意即非有，是名闻无倒。首先我们要知道闻无倒到底指的是什么。闻无倒应该说指的就是文字，对文字，对文字的没有颠倒认识啊，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文字是构成文化的，组成文化的要素。那文化呢，文字呢，其实也是人类文明的载体，它也是佛法的载体。我们的这个佛法的智慧靠什么传承下来呀？靠的就是这个文字，文字作为载体。如果没有文字的时候，那就是要靠口耳相传。这口耳相传呢，那就是人变成是佛法的载体了，人变成是教法的载体。可是如果这个人要是死了，也就失传了。
哎，所以为什么我们前面讲到了十法行啊，这个大乘经典里边他会不断的去赞叹这个十法行的功德，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十法行啊，因为有这个十法行，它是这个佛教的这个传承传播，它都离不开十法行。那我们个人修行，这个佛法在我们生命中的相续和传承，它也离不开十法行。佛法在社会上的传播，它也离不开十法行。那十法行主要是文思修了。那文思修呢，其中最关键的是文，首先基础是文，文思修的基础是文。那文呢，它离不开文字，离不开语言，离不开文字。如果没有语言，没有文字，那这个佛法的传播就会成问题。所以对这个文字的正确的认识，也是我们传承佛教文化以及我们学习佛法的一个关键所在。传承佛教文化以及学习佛法的这个关键所在。那怎么样才能够正确的去认识文字，就是文武导，文武导事实上就是怎么样的去 认识文字。其实在印度人里边啊，这个我们在佛经里边，哎，这个像这个白话里边有讲到名声、记声、文声、名记文，这个名记文啊，事实上是佛教的这个经文构成的几个主要的因素。这个文其实就是字，文就是字，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单字。这个名呢就是概念，记呢就是句子。我们知道由这个字组成的词语，那就是一个概念，一个概念就会有相应的这个可以表达一个事物。然后呢，由这个概念进一步就构成了这个句子。那我想呢，比如说我们中国人讲这个什么六书，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这些文字的文字是怎么组合的，文字的组合是有它的规律的。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字组合，它是有它的规律的。你了解这种文字组合的规律啊，我们就能够更好的去理解文字的内涵，理解文字的内涵。那同样的，像印度的这个文字的组合，比如说我们讲这个文，一个单词呢，它是怎么构成的？它的构成是有它的规律的。然后这个句子呢，句子是其实上是牵扯到一个语法的问题。你如果你了解了语法，你对你学习这个就是这个英文啊，就会有帮助。所以你了解了这些文字组成的规则，这个它对于就是对这个文化的传播，以及我们更好的去了解学习佛法，了解佛法都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么我们现在呢，辩证辩论讲到这个五导啊，怎么来正确的认识这个文字的五导，没有颠倒的来认识，正确的认识文字，这个这里边告诉我们要从两个方面，就是我们从先我们看这个记诵，知但由相应串习或翻词，
有意或非有，是名文无导。这个从这个寄送，这个寄送里面总的说明呢，就是我们对文字的，对这个文，这个文字的认识啊，它主要是从两个方面，从两个方面。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个两个方面，符合这个两个方面，这个两个方面是哪两个方面呢？就是相应串起，这个两个方面构成的，就是对文字的正确的认识。这个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包含着文字自己的一个规律，就是文字的组成它是有它的一个规律的。那另外一个方面呢，事实上是它是隐含着一种社会对它的一个认定，习惯性的认定，包括这个两个方面构成了一个文字的特点。那我们看这个后边的这个长函的内容，就能够比较清楚的说明。论曰：若以诸文能无间断，次第先串，说明相应。就相应，就是说对文字的认识 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没有间断，能无间断；第二个是次第先串。没有间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文字它的这个组合啊，比如说从一个字的组合到一个句子的组合，它本身它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它的这个连接是没有间断的。比如说一个字啊，它是由不同的这些字母构成的，然后呢这个字母它是要连在一起，它是没有间断。如果断掉了，那可能一个字它就不成字的意思。那同样一个句子也是一样，一个句子呢它要由哪几个字构成的。就像我们写一个句子出来之后，如果它要是断掉，有的时候就不成，这个意思就不清晰。所以所谓无间断，就是从一个字的组成到一个句子的组成到一个词的组成，这个中间呢，它的结构要没有间断。如果它的结构有间断的话，那就是它就不成一个字，或者不成一个词，或者不成一个句子。所以这个没有间断，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的意思。那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要次第先串，要有次第。就是不管是一个字也好，一个词也好，还是一个句子也好，就是它的前后次第啊，它要符合这个语法的次第。那符合这个次第啊，那么它的这个意思呢，就是它才能够比较完整的清晰的去表达。所以说说明相应，所谓相应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合理的组合。不管是一个句子还是一个词还是一个字，它要有合理的组合。那这个合理的组合事实上就是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它的这个，一个就是它要没有间断，它的组合要没有间断；第二个就是要有次第，要符合它的一个次第。那么如果符合这个两点呢，就是叫做相应，就是相应。这个相应就是属于合理的组合，合理的组合。那这个是一点。那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共起此名为目，此事辗转意念，名为串起。那除了这个世间上的这些文字啊、句子啊，它除了它本身语言的本身的结构的合理性之外，它还有一层意思。这一层意思呢，就是来自于这个社会对它的认定，世间对它的认定。就像我们把人叫做人，把猪叫做猪，把房子叫做房子，把树叫做树，
把大地叫做大地。其实呢，这个是大家有一个共识，一个共识。因为大家共识，然后长时间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一个积累，所以我们大家都会这么认为，过去人这么认为，我们现在人也会这么认为，所以这个大家的认可串习，所谓串习事实上就是一种习惯，就是一种习惯，约定俗成的习惯。这个约定俗成的习惯很重要，因为如果比如说这个如果过去的人把这个桌子叫做椅子，把椅子叫做桌子，那事实上我们现在也可能都会这么叫了。所以因为约定俗成，大家把桌子叫做桌子，把椅子叫做椅子，所以我们也会这么，我们就会觉得这个就是桌子，那个是椅子。所以这个也是作为文字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含义，就是但有此恶，臣有一文，以此相为，臣文臣无义。就是世间上的这些文字，它能够有意思，能够表达。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文字它都这个都是要说明表达某种东西。那文字能够有意思，能够表达一定的内涵，就是因为有这么两层含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个是符合语言规律，一个是这个世间的认定，社会对它的认定，共这个约定俗成的认定。那具备这个两个条件，那就是有义文，就是有内涵的这个文字。那以此相违，成无义文。如果跟这个相违背呢，那就成了没有意思的文字，或者说你的组合是不符合这个语言的规律，你写出来字也不知道什么，或者是说大家不这么认，大家不这么看了，整个社会都不这么看了，你认为这样子，可是社会不认可，那也是没有意思。所以这个关于这个文舞蹈，它是隐含着就是有意和非意，有和非有，所以有意即非有啊，有意即非有，就是具备两个条件它就是有意，不具备两个条件就是非有，非有就是没有意思。那所以但有此恶，成有义文，以此相为，成无义文。如此见知见此恶文者，应知是名以文舞蹈。能够如此的了解到，就是作为文字的存在具备这两个方面的含义。反过来说，那就是不具备有含义。你正确的了解了这个道理，那就是文舞蹈。那我想呢，我们了解文舞蹈，正确的了解文字的它的规律，那一方面是有助于我们去这个传播佛法，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去传承佛法，学习佛法。这个对最终呢，通过这样的一种觉醒的文化、智慧的文化、大乘的文化，可以引领着我们走上菩提道，走向觉醒，走向解脱。所以文舞蹈啊，这是非常的重要。那这个是接下来要讲第二种舞蹈，叫义舞蹈。义舞蹈，义舞蹈其象一，义舞蹈其象银河，宋曰：四恶性显现，如现实
非有知理有非有，是以义无导。这个义无导啊，这个义就是指的是，就是依他起的事项。我们现在讲的文无导讲的是文字，义无导呢，它所指的是依他起的事项。这个依他起，这是一个唯识中的概念。如果从中观来说，就是缘起的事项。我们看到了一切，这个桌子啊、房子啊、山河大地，我们所有看到的一切一切的现象，从有情的现象到世界的现象，一切的现象。那这些现象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对一切现象的正确的认识，在佛法的修行中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佛法要解决的关键的问题。比如我们讲这个中观讲二谛，唯识讲三性，其实他所要做的事情都是在如何的帮助我们来正确的认识这一些现象，就通过这个现象的认识。比如说我们对现象的错误的认识，如果从唯识来说，因为我们对现象的错误的认识，就会产生遍计所知，然后就会产生我执、法执，然后就会产生无量的烦恼，然后就会导致生死轮回。那如果我们对现象的正确的认识，对现象的正确的认识，哎，那我们就能够产生正见，我们就能够通达空性，成就智慧，成就解脱。所以对现象的正确认识啊，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那现在呢，我们学习辩中边论，辩中边论是属于关于唯识的理论，所以它是用三性来看这个，怎么来看待这个现象，怎么来看待就是这个世界的一切现象。所以我们看这个论文，以义无导其相迎合，这个义无导是怎么回事，诱导怎么回事。宋曰，那下面用一个寄送来说，是恶性显现，如现实非有，知理有非有，是名义无导。这个寄送啊，总体上它是通过三性来帮助我们这个认识啊，这个依他起的事项。这个三性呢，这个三性它主要是立足于这个，我们知道三性是遍计所执、依他起性、缘成实性。那这个三性里边最中心的、最核心的、最核心是什么？最核心是依他起性，是最核心的，是依他起性。依他起性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缘起的现象。那对这个缘起的现象，这个缘起的现象啊，当它呈现出来的时候，它会出现能和所，能起和所起，能起所起。比如六十六根六十六尘，我们的世界就是二元的世界，比如说这个眼睛能看，耳朵能听，鼻舌身，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然后就是色声香味触化。所以一个是能起，一个是所起。然后我们每一个心理活动的产生都有能和所的两个部分，认识和认识的世界。我们的世界 无非就是认识和认识的世界，认识和所认识的世界，无非就是这个两个方面。所以这就是二
二性就是能起所起。那对于这样的一个二性显现的世界，我们要对它要正确的认识。那么这个偈颂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在认识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这个摆脱有和非有两边，就是我们对这个缘起的现象的认识的时候，我们要你看离知离有非有，要离开有和非有，不要陷入到这个缠见，也不要陷入到断见，那么这个就是对现象的一种正确的认识。就是我们看这个下面的论文有进一步的解释。论曰：是二性显现，为是所起，能起性现。乱世是彼形象生故。这个首先要解释第一句话，这个偈颂里面的第一句话，是二性显现。这个偈颂里面讲到是二性显现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是二性显现就是讲呢，这个二性就是指的是能起所起，就是我们的认识，我们的所有的认识，所有的心理活动，所有的心理活动产生的时候，我们的所有的心理活动产生的时候，都会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见分，一个是相分。比如说你看，你眼睛，你有看的世界，一定有认识的眼识。你耳朵有听，你有听到声音，一定有能听声音的这个耳识。比如说你讨厌一个人，一定有讨厌的心理和讨厌的人。你喜欢一个人，一定有喜欢的心理和喜欢的人。就是我们的世界呢，都是由这样的能和所，能认识和所认识的这样的这个两个部分，这个两个部分组成的。这个两个部分组成的。这个两个部分就是能起所起，见分相分。就是每一种心理活动升起的时候，都会有这么两个方面，这个呈现出来。那么这个能起和所起，见分和相分啊，这个它的升起啊，事实上呢，它就是我们的识，就是乱识。就是我们在我们凡夫世界上就是乱识，在我们凡夫世界上就是乱识。所谓乱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万识。这个万识，我们凡夫的这个八识、五十一心所啊，都是万识。那这些万识呢，每一种识产生活动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能起所起，能言所言，两个部分呈现出来。那么这个能起和所起，能言和所言啊，它都是一种缘起的现象，都是一种缘起的现象。所以这个唯识啊，它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心识的活动，当它产生活动的时候，会有这样的能和所，能起所起，能言所言，这是一种一他起，是一种一他起的现象。那我们再看下面一句：如现实非有者，为如所显现，不如是有。那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世界，主观和客观的世界，能和所的世界啊，我们凡夫呢，往往会把这个我们的认识的心和所认识的世界看得非常非常的实在，
比如我们会对我们认识的心产生我执，我们会对所认识的对象呢产生法执，觉得它是实实在在的真实不变的存在，我们会觉得我的心，这个我认识的心理活动，这就是我，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自我。那我们这样的一种认识呢，事实上是错误的，是错误的，是我们这种认识的境界，在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是不存在的。所以说，如现实非有，未如所显现，不如是有。如现实非有，就是说我们所见到的这些境界啊，事实上它都是一种缘起的假象，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它是一种真实不变的存在。不管是我们能认识的心，还是所认识的世界，它都不是一种真实不变的存在。它的存在呢，只是一种缘起的假象，只是一种缘起的假象。离有者，为此意所起能起性非有故，就是我们对这个缘起现象的认识啊，我们要远离有和非有的二边之见，我们不能认为我们看到的现象是真实不变的存在，我们也不能认为我们看到的现象是没有的。如果你认为你看到的现象它是一个真实不变的存在，这就是落入常见。如果你认为你看到的现象它根本就没有，客观上根本就不存在，那么这个就是落入幻见。所以对这个依他起的现象呢，我们要远离两种，这个要远离有和非有二边之见。首先说要离有，要离开这种恒常实有的这个认识，恒常实有的认识。为什么说要离开恒常实有的认识呢？为此意所起能起性非有故，就是这个依他起的事相，它所呈现出来的这个能认识和所认识的能认识的心和所认识的境界，它并不是一种真实不变的有，并不是真实不变的有。就像我们看到一条这个晚上在这个树林里边看到一条绳子，把这个绳子当作是蛇，你说这个蛇有没有啊？蛇肯定是没有的。你认定的有一条蛇，有一条实实在在的蛇，其实没有。那同样呢，我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附加了很多错误的认识，我们觉得它是真实的，这个它是不变的，那么这些附加上的东西啊，在客观上啊，它根本就是没有。所以说为此意所起能起性非有故，我们在这个能起所起上所产生的遍计所执，所产生的我执法执，这些东西它是没有的，是根本不存在的。离非有者，未比乱时现世有故。那同时呢，你也不能认为它没有，它不存在，你也不能它认为不存在。因为当我们的心是在活动的过程中，每一个心是在活动的过程中，它自然就会产生能认识的见分和所认识的影像。那么这种能认识的见分会成为我们能起的能认识的和所认识的世界，构成了这种能认识和所认识的世界。那么这个能认识的世界和所认识的世界，事实上它只是一种能认识的心和所认识的世界，事实上它是一种缘起的假象。这种缘起的假象是存在的，你不能说没有。所以说现世有故，世有就是一种假有。所以佛法呢，对缘起的现象啊，
就是这个佛法对这个缘起的现象的表达呢，其实非常的微妙。这个有两个字，这个两个字其实特别的，这个特别的，这个在佛教里面用的特别的多。一个字就是假字，假有。佛教说有，经常会说这个有是一种假有。假有呢，你不能说它没有，也不是真实不变的有。因为以佛法的智慧来看这个世界，世界只是一种条件关系的假象。但是我们往往会带着我们的一个有色的眼镜去看世界，我们对世界很多错误的认定。那我们错误认定的东西，事实上在客观上根本就不存在。那佛法经常讲空，佛法讲空，事实上是要否定我们对世界的这种错误的认定。但并不是要否定呢这个缘起的事相，缘起的事相是存在的。但是我们对世界的错误的认定，这是不存在的，这是不存在的。所以佛教讲假，假假有，这个假有这主要就是否定我们对世界的一种真实有的认知，一种常见的认知。但是假有呢，它也不是没有。它也不是没有，缘起的事项还是有的，一切都是关系条件这样的一种假象，包括我们的心思活动到各种现象，缘起的现象事实上它是有的。所以佛教用了一个假字，假有。那佛教呢还有用一个字，就是幻，这个如梦幻泡影，这个《金刚经》里面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光。就像你要看到这个世界的一切啊，就像就是幻，它是属于一种虚幻的，是就像那个幻师，这个印度啊，它有那个魔术师啊。它会变化很多很多东西，就像这个在这个街上它可以 变换出很多东西出来。那这个变化出来的东西，你不能说它是真实有，你也不能说它是没有，就像这个道理是一样的。那同样的，这个世界呢，它也是我们的心幻现出来的，这个幻现出来就是缘起的世界，它不能说是，不能说是没有，但是也不能说是真实不变的有，跟我们这个跟我们认定的想象的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如实之见此中义者，应知是名于义无倒。如果你能够建立这样的一种认识，对缘起的现象能够建立这样的一种认识，远离这个常见和断见，实有的见和断灭见，那么这样呢，我们就能够对这个依他起的事项啊，能够正确认识，那就是义无倒。那通过义无倒的建立呢，它要达到什么目的呢？事实上就是要帮助我们通过正确的认识依他起的事项，从而摆脱遍计所执，遍计所执的认识就是颠倒的认识，然后最终能够通达圆成实，通达空性，通达空性的智，通达空性。这个是讲到这个义无倒，这个义无倒。然后接下来第三个要讲的就是关于着意无倒，讲着意无倒。以着意无倒者，宋曰：以着意无倒，知彼言心习，言着意彼一，现是二因故。这个着意啊，
这个是非常重要。这个着意事实上就是代表着我们这个我们的用心，我们的用心，平时我们在做事中我们用什么心，然后在修行中我们用什么心，然后呢我们用的这个心，这个它正确不正确，我们用的这个心正确不正确，这个我们前面讲到的，就是讲到这个颠倒作意和误导作意。我们凡夫，我们用的是什么心啊？我们凡夫用的心就是颠倒作意，就是以无明烦恼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观念，建立起来的心理活动，然后带着这样的一个观念和心理活动啊，去做事，去面对这个世界，去生活，那这就是颠倒作意。那佛法的修行呢，它也离不开作意啊。修行它不可能离开作意，修行事实上呢，这个就是你用什么心，用什么心去修行，你要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心，你用什么心去修行。那佛法我们要走向这个，要走向觉醒，要走向解脱，那关键在哪里呢？关键事实上就是在于我们要建立一种无倒的作意，没有颠倒的，没有颠倒的用心。因为我们只有建立一种没有颠倒的用心啊，我们才能够走在菩提道上，我们才能够走向觉醒，走向解脱。所以这个无倒作意对于我们的修行是非常重要。我们前面一开始讲到这个着意正行，事实上就是在帮助我们如何去建立一种没有颠倒的作意。那现在呢，这里讲到这个着意无倒啊，事实上它应该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我们要正确的认识这个着意，这个就是对这个着意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是我们的用心，这个用心到底是这个到底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我们当我们在修行中以及我们在生活中，我们要用的这个心，不同的人可能会用不同的心。有的人可能贪心特别重，他对任何境界的时候他比较容易起贪心。有的人可能嗔恨心特别重，他面对各种境界的时候很容易起嗔恨心。有的人可能慈悲心特别重，他面对各种境界的时候他就很容易升起慈悲心。那么这样的一些用心，每个人他会有不同的用心，这个用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它是怎么形成的，以及呢我们如何的去建立一种正确的用心。我想呢，这个就是我们学习这个着意无倒啊，这个他所要告诉我们的问题。那以着意无倒之彼言心习，言着意彼一现是二因故。讲到这个着意无倒啊，这个着意无倒呢，在这里首先告诉我们，这个着意无倒是怎么来，着意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我们这个着意是怎么建立起来的。那我们看这个论文就是解释上面的寄送的内容。所起
能起所起能起言所心起名言着意。这句话就是解释前面的知彼言心起，知彼言心起。这个知彼言心起，这个彼指什么呢？这个彼就是指的是能起所起。我们刚才前面讲的这个能起所起，我们的世界就是能和所的世界，这个用哲学上来说是主观客观，但事实上用佛法来表达主观客观是这个词用在佛法里边是不恰当的，因为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客观的这个客观的世界。那佛法更倾向用能和所，能认识和所认识吧，这样比较清楚。能认识所认识就是见分相分。那我们的这个着意的用心的产生跟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是有关系的，跟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是有关系的。我们对世界会有什么样的认识，就是能所起和能起的世界。我们对这个能起和所起的世界啊，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能认识和所认识的世界里边。当我们对这个能认识和所认识的世界，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不同的认识。当我们这种不同的认识了之后呢，我们就会产生这个相应的这个心理，会产生相应的心理，然后呢，同时也会形成相应的这个未来的心理活动，未来的心理活动。那这里边什么非常重要呢？就是我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我们运用的是正确的认识还是颠倒的认识。如果颠倒的认识，我们可能会形成很多烦恼的心理，染污的心理。如果我们是正确的认识，智慧的认识，那我们可能就会形成善的心理，形成善的心理。所以对于能起和所起的，所以为什么在前面讲完意无倒之后，接下来讲这个着意无倒，我觉得这个关系很有意思的。就是说着意无倒，正确的用心是要建立在前面的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前面有了这种意无倒，就是对现象的世界有了正确的认识，然后我们这个有了这个正确认识之后，当我们面对这种认识和所认识，主观和这个能和所的世界啊，我们会形成相应的心理，然后同时呢也能够形成相应的这个种子，这个认识的种子，就对这个世界认识的这个心理因素，就是名言种子，会形成名言种子，名言着意的种子。然后即使作意是所能起分别所依，是现是二起因故。同时呢，我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我们会形成了我们的这个心起成种子啊，心理的种子啊。然后这个心理种子，这个心理活动的这个种子啊，一旦现行了之后，同时又能够成为这个能起和所起的这个世界升起的所依。这个心理的种子它活动的时候，就会有各种心理活动展现，然后每一种心理活动当它展现的时候呢，它也会形成两个部分，一个是能，一个是所，就是这个能认识的心和所认识的境界，就是每一种心理活动，当它在活动的时候，它都会有两个部分。那这个过程在唯识里面叫什么道理呢？就是现行心种子，种子生现行。
就是现行的现象，我们看到 现行的现象，我们在认识这个现象，世界的现象的过程中，我们就会形成了很多心理种子，然后心理种子当它产生活动的时候就变成心理活动，然后这种心理活动又会展现出这个现象，我们认识的这个世界的现象，就是这个，所以这个种子跟现行它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是会产生会形成这种互为因果的关系。那我们能够产生什么样的种子，然后接下来我们在现行的时候会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活动和认识世界，我们在认识世界的时候会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种子，然后这种心理种子活动的时候，然后再会展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活动以及认识世界。那么这里边呢，就是我们怎么认识世界啊，这是非常重要，这是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是颠倒作意，那我们形成的这个心理种子里边啊，它就会有很多的烦恼的成分、染污的成分、不善的成分。如果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它是无倒的、正确的，那么它形成的种子就是善的、智慧的，甚至是清净的，然后形成的心理活动那就是正向的，然后形成的世界它也是正向的，就是这个着意无倒呢，它就是告诉我们的，就是如何的正确认识我们的用心和我们的这个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心，跟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它是息息相关，就是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决定了我们有什么样的心，我们有什么样的心同时又决定了我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其实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就是这里边呢，它是隐含着一种因果关系。那如此之见此作意者，应知是以着意无倒。如果我们如实的认识到这个道理，这就是着意无倒。所以着意无倒呢，它也是包含着这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帮助我们正确的认识什么是着意无倒，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帮助我们来建立这种没有颠倒的着意，建立没有颠倒的着意，因为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看看你们有什么问题吧。我说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四能取，四所取是取的不是真实的，是一个妄事所取，所以叫四是吧？这个四是什么意思呢？四就是相似，这个它为什么要加了一个四字呢？就是我们现在讲这种能和所啊，事实上它只是一种，它告诉我们它的存在只是一种缘起的假象，不是一种，它不是一种真实不变的，我们讲见分啊、相分啊，事实上它都是，它为什么加了一个四字？四就是相似。这相似事实上它要说明的就是它的就是一种假象，它不是一种真实不变的，所以它用了一个四字。所以它不是一个绝对的主观和客观，而只是说我们这个心啊，当它产生活动的时候，它会有这么两个这个两个部分出现。事实上它并不是一个像我们现在，因为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我们会认为这是主观，这是客观，好像主观跟客观啊，它是一个截然对立的、独立的。但是如果从唯识的角度来说呢，这种主观、客观、能和所啊，它只是一个相对的一种这样的一种现象，它并不是一个
截然分开或者绝对独立，所以他用了一个四字。遍地所执是一个错误的认识，那依他起是不是就是取的是他的一个概念呢？就是依他起这个现象，他是不是就是看的是那个概念，而圆成实是那个真正的那个实相，就是通过就是究竟法，通过这个概念，概念当然它有助于看到这个圆成实，是不是应该是这样理解呢？就依他起，它也是假象嘛，所以应该是一个概念法，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这个唯识呢，你看他讲的这个就是我们所有学习的这个唯识的道理啊，事实上这个依他起呢，事实上他是要告诉你这个现象的世界它是怎么展开的。它本来是它展开，它的缘起，它是怎么样以缘起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这个呢，它是属于依他起。那我们在认识这个依他起的时候呢，我们会产生错误的认识，其实就建立到遍地所执。所以依他起呢，它是指的是一种如实的一种现象世界是怎么呈现出来的。那遍地所执呢，是我们对这个现象的世界产生了一种错觉的认识，就进入到遍地所执的世界。那是不是就是还是刚才那个问题，就是那您讲那个刚才也讲到文艺嘛，那你有我们是通过文字认识的，那我想问的就是说这个依他起的这个它是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我们是通过语言文字，也就是说通过概念法认识的，但是它还不是本质，真正的个本质就是那个圆成实，就是要透过这个文字现象要看到那个，就像那个标月制和那个月亮那个关系一样，是不是？这个我们对依他起的现象的世界的你对它的认识，这个是一个方面。但是呢，比如说我们的每一个心念，它的活动，然后活动了之后，同时呢呈现出见分、相分，比如认识和认识的对象，那这个过程事实上它是代表着一种现象的存在。一种现象的一种通过缘起的这个方式呈现出来，那这个本身呢它就是个依他起，所以依他起呢并不只是一个名称，当然你给它安了一个名称这也是依他起，但除了名称以外呢它还有一个现象的存在，那这个现象的存在还是依他起，这个当然就是说这个依他起它可以是杂染的依他起，我们凡夫世界呈现出来就是用杂染的依他起，那佛菩萨的世界呈现出来的净土就是一种清净的依他起，就是我们要通过对这个现象，但是因为我们看不清楚这个现象的世界，就像我们刚才前面讲的，你可能会把绳子当作是蛇，那这就是一种错觉，就是一种遍地所执。那佛菩萨就是要告诉我们，其实你看，其实在现象上存在的是绳子，而不是蛇。当你看到绳子的时候，你就会摆脱对蛇的这种错觉，以及由这个错觉带来的各种心理问题。所以通过正确的认识，最后是要帮我们导向，你看清楚了这个依他起的现象，就可以摆脱这种遍地所执的错觉，然后最终你就能够通达圆成实。是不是说那个依他起和圆成实它是一体的两面，你能正确认识依他起的当下就能看到圆成实吗？还是说这个还有一个过程？对啊，依他起是代表着一种这个现象，这个圆成实呢，空性呢是本质，你这个透过这个现象的正确的认识，就能看到本质空性。如果你对这个现象不能正确认识，那你就会进入到遍地所执。
就是当这个正确认识这个依他起的当下，同时就能看到那个实相吗？还是中间还有一个时间的，或者是一个什么转化的过程呢？你能够正确的观照，其实呢，就是说，这个如果按这个，就是说，当我们内心起般若观照的智慧的时候，这个你就能够，一方面你能够摆脱遍计所执，但是如果你要真正的很清楚的看到这个对这个依他起，彻底的通达，那就是如果按这个经论里边讲，就是你要证得空性，你才能够如实的看到这个依他起的，它是一个如梦如幻的，但事实上我们在修这个观照般若的过程中，当你的心没有陷入到遍计所执的时候，你多少也能够看到这个依他起的现象，就是你没有陷入到遍计所执，那你也多少也能够感受到这种依他起，它是一个因缘的假象。那是这个中间还是有一个过程，就是不是说一下子就能看到，而是有一个，你可以通过一个观修的过程，但是就是它两个，但是你对依他起的能把它彻底的看清楚，它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对，相辅相成的。对，就是你依他起看得越清楚的时候，你越接近那个圆成师，对对对，最后真正接近圆成师的时候，你才把这个对彻底看清楚，彻底看清楚。好，感恩师父。所以这个过程中，就是一方面我们通过正见，然后一方面要通过禅修、观照、禅修。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普及一切。